玉山下一条百年老路，曾经传唱着邹族的战绩歌谣，曾经雄浑地呐喊着布农的祭枪歌。这些生息在玉山脚下的古老民族，世代相传地奔闯出一条悠远不衰的山径猎路。这条介于传统和现代间的历史经纬始终不曾寂寞，清廷跟日本人都曾经依循着原住民的足印，将这条被称为八通关的道路翻越过中央山脉3000公尺高的长廊，辟筑出一条超过100公里长的迢遥山路。前人逐鹿的痕迹鲜明记录着台湾早年拓殖的历史。今天的八通关古道上不见烽火烟硝，玉山最高峰的胜景，中央山脉拔地而起的雄奇，吸引着揽胜的山岳旅人、生态研究者。在新一代族群络绎不绝的山路上，我们由东而西踏勘八通关百年的历史厚度。防水袋电池是装几颗？这大颗的装6颗。6颗嘛哈。这一袋的话，1、2、3、4、5、6，所以这一袋也是6颗。那另外一个防水袋是7颗，所以我们现在背上去19颗，连身上的5颗，总共是24，再加机器25，所以我们八通关组队的是25，直接背上大分。行动粮都发了嘛哈？有，每人一包。细密严谨的打包装备，滴水不漏的防水措施，超过100公里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再再显示八通关影像记录的不易。除了主队外，另有2队于台湾东部和西部分次补给，全程将负重60颗以上的电池，并做好翻越3000公尺雪地的准备。这是一次影像的记录踏勘，也是一趟时光之旅。队伍中的布农族和邹族向导即将回溯祖先撼动大山的风云。八通关古道记录就正式出发了啦。是。那我们现在的登山步道、登山口跟过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异的。因为民国60年代有一个新中横的计划，那后来这个计划因为国家公园的成立而终止，那么路还是开了，就开到刚刚的步道口那边。那从步道口进来之后，这个就是正式的现在的八通关越岭古道的路线。那么里程上来讲，差不多从步道口到大水窟需要走大约62公里左右。我们今天的目标到瓦拉米呢，大概要走14公里多，沿途也有不少的这个历史的景点。这样一条静卧在天灾频繁、地震不断的山区，又有着近百年岁月的道路，对大多数古道研究学者来说，必定庆幸它依然能保有丰富的人文史迹、真实的历史现场，让研究者有足够的视野抚今追昔。但是这仅止于荒远的山区，从八通关古道入口处
就可以听见拉库拉库溪水不绝于耳的奔流声，且一路相随。然而，早年八通关古道东段的起点却远在玉里镇的市街上。旧名图石阁的玉里，自清代到日本时代，一直都是东部地区的重要市镇。过去在玉里神社附近设有八通关越横段道路起点标，如今已不见踪影。而另一纸记载道路兴筑过程的记事碑，八通关越道路开凿纪念碑，自起点标附近遭弃置后寻获，目前安放在玉管处南安游客中心前。开凿纪念碑背面记载着起工日大正八年六月十日，并于大正十年一月二十二日完工，历时一年七个月。道路完工日即刻于玉里的起点立碑纪念。八通关越道路开凿殉职者之碑，设立在当时古道的路旁，也就是今天卓乐部落的山路一侧。碑文中所记载的人名都是八通关越道路东段第一期工程因公殉职的警察艾勇等，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为首的花莲港厅警部梅泽正。梅泽正是第一期工程队的队长，他参与兴筑的合欢越道路、能高越道路都是相当艰巨的道路工程，而八通关越道路成了他未完成的遗作。八通关越道路于大正十年一月全线畅通，这是继合欢越道路、能高越道路之后，由日本殖民政府完成的第三条台湾山地横贯道路，自花莲玉里到南投九美，全长大约125公里，最高道路标高11000尺，即海拔3240公尺的周听界大水窟。这处位于中央山脉主脊上的柔美大草原，将是我们几天后才能看见的风景。这里呢是步道口进来的第一个警察住宅所，那么他的名字是山峰，山峰徐来的山峰。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残余的建筑构造，像后面的这些石头的薄砍的墙壁就是日据时期的这个薄砍。那现在看到的这个新的方方整整的这大理石一块一块叠起来的呢，这个就是玉管处后来所新建的新的设施。看起来住宅所的规模并没有太大，范围不是很大，可能只有一栋建筑物啊，一栋主要的木造的办公室，在中间两侧各是一个警察的宿舍单元。相当长的一座吊桥，也是从步道口进来的第一座吊桥。第一座吊桥，对，四周的景观还不错，好，相当好。首先看在山的溪谷的这个方向啊，从最高的地方有那个连续的小小的小瀑布急流一直下来到我们这个吊桥的下面，然后流出去的方向也可以看得到拉库拉库溪的主流，对面北岸的那个山腰上面，哦，那个是有历史。布农族的旧部落旧社也就在那个位置，所以这里人文的景观、自然的景观都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山峰一号桥修建完成于西元2001年，早年月岭道上并没有这座名字雅致的桥。山峰是一处小型的住宅所，学者认为得名应该是来自附近强劲的山谷风。住宅所原址上已不见任何旧日建物的遗迹，古道今走仍然能感受到山风拂拂、水汽淋漓的畅快。水声很大，前面就是山峰二号桥，就这样下去到那平台，可以观赏二号吊桥的景观，顺便可以看瀑布这种很雄壮的风景。
事实上，山东瀑布在1930年代就是八洞关越到东关上面著名的一个风景点，还有照片留下来了。哦，有过去的照片可以来对比就对了。对啊。啊，就这个。哦，就飞，对对对对。哦，这个叫山峰瀑布。对，山峰瀑布。你看那个桥，我们现在看得到。OK。哎，它这个瀑布是一个连续型的一个瀑布哦，从上面下来。还要继续往下流下去哦。其实桥上面还有一小段，还有一小段。这一张也是山峰桥吗？对，这个也是山峰桥，那个比这个时间还要来得更早。哦，是更早期的。对，在这个吊桥啊修缮之前，事实上是一个日本式的木桥。这位置应该在上面那个吊桥的下方一点点的位置。所以它这是不是吊桥的形式？是用那个木头，下面还有一些支撑的木头哦。不过它这边说明是春日桥，非常日本味的名字。当时还不是叫山峰吊桥，这个桥应该是在1931年以后重修，才会改名叫山峰桥。所以这个瀑布过去就叫山峰龙，龙就是瀑布的意思，山峰瀑布。在这个桥门的侧面，还有原来日本时代留下来的这个创建的年月日的落款，不过后来被涂掉了。这是应该是昭和十年几月几号不清楚，要敲开才看得见。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个日本时代的钢筋水泥的桥门上面看到两种啊钢铁的缆索，上面这个麻花状的钢缆呢是旅馆处在战后修的新的钢缆，但是像这个直的这个铁丝啊，旧的铁线，这就是日本时代哈1930年代所修建的这个铁丝的。所以铁线桥哈，的铁线的主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下两个主索同时存在，但是年代不一样，年代不同。那事实上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旧的。我们注意到旧的这个是用那个日本时代叫做八号铁丝或者八番线哈基班外啊，八号线哈，好几根去碾成一个主索，那最后呢，在这个收在这个锚座的地方。哦，你看用特别技术哦，一股一股的把它扭起来哈，做一个收头。这个铁丝啊，材料非常的好哦。曾经有修建新吊桥的包商把它剪断，那个断面亮晶晶的，表面也没有锈蚀，就是材料相当好。不过背这种铁丝是很辛苦的工作，一整捆一整捆哈，那个樵夫这样千辛万苦从平地背上来，很辛苦。走上这座桥的古今行旅，应该都有着诗人一样的闲散步履。新旧风并存的山峰二号桥，是古道上难得还留有浓浓大河风的吊桥，同时这也是沿线唯一一座钢筋水泥造的铁线桥。过去日人形容山峰住在所附近的山谷，处处都宣泄着清凉的飞泉，耳边是瀑布奔流而下的轰隆声。今天从步道口到大分之间的铁线桥几乎已经拆除重建，山峰桥保留下的时代风貌，再加上瀑布周遭随着季节天红加绿的森林，让这一带成了月岭道上著名的景点。嘉兴住在这边是嘉兴住宅所了，是。它这边有分岔哦，岔路。其实路在下面，那这是上住宅所平台的通道，这个斜斜的路，但那边有阶梯上去。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拨坎，很清楚的。那它通道只有这边上去，下来有另外一个地方吗？两边都可以上，爬到最上面。嘉兴住宅所的规模不小，配置的远景的员额也比较多。更重要的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古道的支线。可以下到拉库拉库溪，过吊桥到对面的那个阿桑莱嘎，哦，那个大社。那所以它在一个古道的分歧点，或者说古道的一个分岔点上面。那通常这样子的住宅所都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上来看一看啦。住宅所的阶梯引道，对，这就是它的面前的这个石阶。这个石阶就是原来的。原来的，这就是原貌。哦，前面这段是有铺那个枕木啊，这段好像是后来补修的，原本可能是坡道，到这边变成阶梯。
所以大门的话就是在这边吗？那个上去就是大门。上面好，应该一对上就是住宅所的办公室。上去的阶梯还蛮宽的，大概比六尺，就是1米8要再宽一点点，就有点像我们去看到神社的那种感觉。嗯，那是一个观天的建筑物，凸显自己的威严的一个做法。很平的一个平台啊，现在看到的这些石头跟后面那个整木围起来的围篱呢，其实是新的设施，就是这个不是日据时代的，是这个预管处啊修理的时候留下来的设施。那么所在的这个位置，大约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延伸到啊过去那个连那个厨房那边呢，大概是住宅所的办公室的位置。那么还有一个学校。宽宏教育所就在前面啊，这边因为附近也有部落啊，也是人口也比较多的，就原住民的小孩子有受教育的需要，所以就会设立一个宽宏教育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建筑物就是办公室，后面的房子是教育所，所以这个都是附近部落牧农族的小朋友吗？对，这就是学童啊。当然这两位穿的比较不一样的服饰的，这个应该是警察的子弟。也是日本人，其他都是布农族的孩童。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小朋友之外，就是有警察。是。那这几位就是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士哦，还抱小孩。对，这是警察的眷属。警察是可以吸眷上山的。这些学童的老师是谁呢？也是警察。所以警察当时他管的权限非常广哦，除了就是治安之外，连教育是各方面都要负责。等于是具体而为的台湾总督府。不仅有行政权，也有这个警察权。不论是警眷和孩童人数较多的嘉兴，或者对岸深山高台上的阿桑莱嘎部落，几乎将当时无所不管的警察大人神格化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千手观音，甚至是人见人怕。交通位置重要的嘉兴，警察的位阶又更高了。营地设施完善的嘉兴并不是我们今晚的住宿点，像过去的旅人一样，8公里外的瓦拉米才是我们在八通关第一晚的停泊地。为了有效掌控原住民，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山区开辟警备道路，每隔3到5公里设置住宅所，住宅所依辖区的不同规模编制略有不同，大体上有警部、警部补、巡查以及相当于公有的警守若干人。此外，部分日警的家属也会常住住在所内。